存、详细资讯、缩图、本机档案、Y，这个，然后这个一起储存。很好了，很好了吗？早安呐、啊！哎，你存好了没？等一下哦，因为每次双开，哦，好了，然后嘞，点那个，双开，不是你，不是你，自定，删除。进行直播，然后，这个啊，好了，没问题，会了，完美。嗨，蓝蓝，打个招呼啊，哎，怎么又早？半夜不是在玩那个吗？抓鬼吗？是这次没有，等一下哦。强安安，Joy，令安安，JOYCE。异形安安，毛细安安，圆心，拱安安，番茄安安，奥斯卡安安，你美国时间？哎、欸，我也是哎、欸，哎呦，同样哦，同号，啊，不是你，你现在白天不用上班哦，还是你又是都不睡觉了？是吗？你是不是又乱来了？好，等一下哦。好，完成。哎、欸，番茄给你看啊。哎、欸，泡泡还在睡。哎、欸，番茄你看哦。发型。啊，这个啊，你看，这个就是蜘蛛发型啊，我就是这个没有而已啊。像这个，女生的，然后这个两个是之前的。这个是新的，然后披风两个也买了，然后披风两个有，那再来是万圣节的南瓜跟椅子都有，黄金献祭吗？对，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带人的，抱歉的。啊，我礼拜六就献祭，你怎么问我是不是献祭？就是献祭啊。剩下的心得，那我知道了。对啊，其实之前就是都有买嘛，然后这次蜘蛛发型，我想说，去年那时候就在想，一直在想说啊，要不要？这 bug 还在，好烦哦。然后鼻子好痒，我，因为人其实每天都会掉头发啊，我就是之前可能就是刘海附近有头发，之前就有一片，不是一片啊，就是有几根掉了，然后现在重新长出来的长度有点就是刚好会戳到眼睛，让我很不舒服。哦，这个好像这个吧，蓝蓝，不要好了，来当红红，红红。红红就要穿这个，戴红色面具啊！感谢番茄大大大大的抖内，当红红干嘛？
欸，你也毕业了、喔，哇，很人呢、欸，天哪、啊，好狠哦、喔，你们怎么都那么狠啊？然后来看到培根，拿、啊、过来看一下，欸，毕业了，很人。原来巧克力安安，白痴！我想到我前天那天跟安妮在打世界，我完全不知道我双开啦，所以那天有在聊天室打字的，我不知道有谁，我很抱歉，完全没注意到欸。我没，超好笑的。好啦，出发。大人们，世代变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哎、欸，我朋友开。为了啥？悲剧就是把对你的有意义的存在放在你面前，将他们破坏到支离破碎。好，给你一个赞。好，培根拜拜，跑跑。人生本来就是孤单的，却渴望相拥抱的灵。干嘛、啊？你们怎么都讲一些很诗情画意的啊？在干嘛？啊，文字是什么？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但是我感到心疼。要加油，爱你的人也很多，也要加油。天哪，你们怎么了？这几个看起来都怪怪的哎，我是不是要抓出来一个一个审问啊？我现在这边没收到通知，没事。嗯，爱子瑶。丽恩安安。这里出来都是书法家出身，哎，开玩笑，多人才一大堆，只是有时候会浪费他们的才能。当然也是啊，浪费才能系列。哎，培根，像那个什么。这次的活动复刻那个作业币吗？你说刷第九关是不是啊？就是花体力九个那个就好了，是不是？不要刷到体力十个的吗？之前不是有问过你那个吗？你就说刷第九关是这样子吗？哎呦，很人很人哦！哈哈，好丑，飞不起来啦，烦呢、欸。录取真的难控制啊啊！愁死了，愁死了！别大笑两声，哈哈！经验报酬率最高，好。哎呦，帮你吼一下，烦哦。哦，不行，飞不起来，飞不起来 ，Switch 你好烂。我会笑死，天啊，我会被自己笑死。你说谁烂啊，海绵宝宝？不行，我要被带去哪里了，白痴！繁星巨吹的就是经验了，对啊，目前是啊。不过现在到第29关了啦，2226，主线到26关。雪鹰安安，
所以我现在有经验，就是先不要刷装备嘛，因为现在不是一般装一般关卡，那个装备那些是两倍嘛。哎、欸，这一关有鬼哎、欸，飞不起来哎、欸，有问题有问题，我垂直飞不会飞了。白痴哦，在飞什么？嗯，啊，再失败一次我就用走的了。准备，啊，飞！四、五，哎，不行哎、欸，真的不行了。让你觉得不安啦，可能是熬夜太晚，星星不会说话，让你觉得不安啦。飞土对凡星来说比较好哦，低阶段装备在后面关卡都是会掉落的，相反的高阶装备就不会在低阶。好，所以我现在怎么办？现在因为那个复刻关卡有经验加倍，哦。如果推得过的话，当然是以主线为优先嘛。但是我现在是推不过怎么办？先练等级。要找就扣找。又陈安安被暗改，有哎、欸，有感觉，被改过的感觉。安妮在吗？安妮点名，安妮，这里也安安嘿 ，YT 的又成安安 ，Twitch 的又成安安，好，加油加油，冰冰早安。YT 的 Joko 照哦，你这照片 sexy 哦，这照片不行哦。耐力不够吧？不是不是不是，阿峰有变。那等下实位取班。操控起来还是比手机差一些些， Switch 只是方便，但是操控起来手机还是比 Switch 好用。像我带幽离在跑那个跑图的时候，一定是用手机跑。有问题，有问题。就差很多哎、欸，没有，我是说 Switch 是方便呐、啊，遁地啊，遁地就很方便啊，然后就可以边跑边叫啊。你看，就不用点自己了，飞不进去，是就是觉得一定有动到什么东西，不然就是。我不会玩了。哎呦，开台了，对啊。哎呦，撑得进去吗？哎，进来了。呵，为啥一直往右飞？我要蹭那个云啊！这游戏的云会帮你回能量，是个好东西。三，
哦。嗯。小碎步，对啊，这样子啊。自从官方关我们一扇门，但却为了开了一道窗。什么东西？开了什么窗？官方开了什么 Switch 的窗？我说惊人通道的捷径。哦哦哦哦哦哦哦！把第九个，那结束。八。有没有人献祭过？可恶，前面没灯都没亮啊！我前面的人在干嘛？帮我开灯。欸，我少漏什么就不用提醒我，没关系啊，没有要剪得很齐啊。嗷！嗷！可能是星星不会说话，月亮不会忘记了，到了，还说我记得怎么唱。好，然后拉到最远。好，开始。然后要看歌词。大鱼也不在，大鱼那天在生日的时候跟我讲说他想听晴天。有听到现在他也没有出现。对了，今天终于要拿雨妈了，没错，雨妈我来了，抱歉让你久等了，雨妈妈。没错，拿雨妈了。不好意思，欸，不要卡我，难怪你死在这里。哈哈。那我说这些人在干嘛？往前跑，死在前面一点不是很好吗？对不对？这样子我们献祭也方便，救他们也方便，就不要走那么前面啊。啊，可能有故事吧。你们就是往前走，为了救这个世界，往前跑。我画面画质好差哦。你的网络不好，你可以来Twitch看看啊，可以来图奇看看，图奇画质还不错哦。这边什么事？哦，被敲到了。一个人一直走，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实况组为了流量是不是在装可爱？谁？我装可爱不会是我啊，对不对？这个问那个谁哈记，欸，我在这里啦，白痴，亏了，哈记也不是装可爱，哈记本身就可爱，对不对，兰兰？
这东西不用装啊，这个问哈记就知道了。对，哈记云月啊，看他们观众，可爱萌，不用付费就可以小窗哦。什么小窗？我顺序走错了，对不对？妈错吧？好啊！呼呼呼！点过了，好，跑啊跑啊跑啊！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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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转转弯转弯！哇！一个人一直走。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一句话便足够，我想要陪你很久很久。如果我们有一天变得很复杂，一定是有颗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他听我讲话，慢慢长大成为不能愈合的伤疤。哎咻哎咻，我改天应该好好认真唱这一句啊，啊这一首不这一句。哎呦喂啊！哎呦喂啊！哎呦喂啊！不行，危险！回家，繁星会死，繁星会跑，有石头，繁星。直播是超过50人，又挑战最难关卡。什么最难关卡？请问你从刚刚到现在在讲什么东西啊？我真的不太懂。我其实看不的东西，我就不会想要回了啦。但是你一直打我，其实有点难配合你。我想说无视人又不太好，但是你讲的话真的让人很为难，对不对？艾薇啊。要被砸了，要被砸了！哎、欸，点点，好啊，好啊，好啊，快跑啊！哦，我点到了没？哎，拍谁呢？啊，下一个在对面呢。不要再塔了，要打去练武士打，冲啊，冲啊，冲啊！先点，先点，先点。他听我讲话，慢慢长大，形成了不能愈合的伤疤。可能是，所以你去了很远的地方找自己。下一个火嘞？看一下哦，这边我就忘记下一个火在哪了。哎，先去摸。哦哦哦哦哦哦，危险！哦哦哦，不危险，不危险，跑跑跑跑跑。有了这个火，哇，今天好棒哦！天哪，还有呀，还有呀，哦，对，我今天一样是健身回来啦。健身、洗澡、补充完蛋白质啊，就回来了。好了，出发 ，Go！ 哦哦，才走第二步，不好意思，那我回家再补一下能量啊。
不要再打了啦！先给我看三遍，哦，台龟哦，是先去看我的影片三遍，看台龟前先去看我的影片，对，还有尤里的那个《好想爱这个世界》，跟安妮的《魔物猎人》影片、动森影片，还有阿尔宙斯影片，好不好？啊，主播推荐一定是好东西的，啊，还有额头好痒。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不喜欢露额头？就是因为我的额头有四块肌，对不对？我的腹肌没有六块，但是我额头有四块，不错吧？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想露额头的原因。哈哈，也不是肌肉啦，那额头是骨头啦，有四块骨头。啊，看着你。露出微笑，你看我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那天泡芙说什么的，他在献祭，怎么角色会站起来？我说你就一阵子没被打到就会站起来啦，他就在骗他。你看我还跑，我还跑，我还跑，哎，泡芙，你看我还在跑，哎，哦，哇，我闪避点满了，天啊，哇，有鬼吧？所以加起来五块对吧？你说额头加肚子吗？啊，肯定的。没有啦，其实我的肚子上面的腹肌其实一直都在，只是不明显。那这次回去练的时候，感觉又练得比以往还要明显。唱的是什么歌名？可能可以去搜寻，可能是叫李怡兰同学啊，这五个字唱的。好的啊。等一下等待跑，等被石头砸完之后再来找歌词唱的。他前面其实就是在念故事啦，没有什么押韵，押韵是后面才有押韵。我是觉得啦，下礼拜再献祭，你不用觉得啦，我每个礼拜都在献祭啦。我已经献祭了两个月了，来咯，好吗？我礼拜六开光遇台，已经献祭了两个礼拜了，两个月了。之前过了沙丘才被砸，献祭靠赛轻松自在，没错。为什么要下礼拜再献祭啊？我每个礼拜都会献祭呢。哇，走到这边还有三十几个蜡，哇，真的是轻松自在，天啊！希望下礼拜的我也能维持。不行欸，我觉得到沙丘那时候还有五十几根蜡，真的是太晒了欸。等一下上课，教主大家拜拜，毛西拜拜。是啊，大猴，大猴。大猴，我先讲一下哈，我左上角的蜡烛从上礼拜到现在我都还没领过。应该说从这个季节开始到现在都还没领，所以等一下一次领哦，好心痛哦。可以只点，哎、欸，我只点红蜡的话，是不是我要先把四部曲拔起？好，可以找歌词了。动啊，繁星动啊！可是有路人欸，我要等路人跑完欸，哦，难过。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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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双开问题，而且我还会上传记录档在 YT， 所以就只能清唱。啊，去听原唱会比较好了。然后作词作曲前男友，等一下哦，等一下麦克风，领出来很精彩啊，肯定的吧。
来哦。可能是星星不会眨眼，对不啦？可能是月亮不会眨眼，星星不会说话，让你觉得孤单啦。可能是太阳熬夜太晚，云朵们都太懒，忘了帮你变童话。可能它出现在未来，没出现在现在，不小心搞乱你的时差。可能是你所谓的转角是别人，是其他人的直线，所以没有办法给你回答。一个人一直走，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一句话便足够，我想要陪你很久很久。如果我们有一天如果我们总有一天变得很复杂，一定是有个种子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他听我讲话，慢慢长大，形成了不能愈合的伤疤。可能是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所以你要去很远的地方找自己。星星不，星星不会，这段怎么唱？所以你去很远地方找自己，星星不，啊啦啦啦啦，算了算了算了，清唱好难哦，没听歌好难哦。繁星直接上热搜，什么东西？你到底在讲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企图在睡觉可恶。星星不会离开月亮，我也不会离开你。啊，完了，真的要听歌哎！天哪！来，我们找晴天，反正这边还没轮到我，还不行啊。周杰伦，晴天，故事的小黄花是吧？歌词。那这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随即一直晃到现在，哩沙沙西罗西拉索拉西西西西拉西拉索。追着天空，我想，追着前奏，望着天空，我想起花瓣试着跳落，为你敲歌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好像在另一边。没想到失去的勇气我还留着，好想再问一遍，你会等待还是离开？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等到放晴的那天，也许我会比较好一点。从前从前有个人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没有，刚刚那个没有全部唱完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 BGM 啦。
啊，需要 BGM 才有办法唱啊。不是，不是不想唱完，是。回来了，回来了。有时候觉得情场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调调嘛，对不对？就刚刚那边啊，而且刚刚我每次觉得唱晴天，他们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然后可是台就是有时候国语唱又唱起来会有谐音嘛，从出生那年就飘着啊，对不对？从出生那年就飘着，童年的。荡秋千，几？你这句话好像有对哈记说过一样的话，哈。没有，你要知道，以前被嫌过唱歌很难听啊。被讲过，哎、欸，你声音很难听也被讲过啊，你唱歌很难听啊也被讲过，唱歌很难听是被我的前任，哎、欸，第一任讲的。啊，仗着自己唱歌好听，就在那边说你唱歌好难听哦。啊，自己讲说我前任唱的都比你好听。我说嗯，欸，我并没有放弃，我就加倍努力去练唱歌。殊不知他劈腿啊。哎咻，你声音好听没有啊？就说之前在玩魔兽世界哦。啊，就有一个工会的干部喜欢一个女生，但那个女生就比较喜欢跟我玩。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出副本的时候，缺盗贼，然后就去，他就找那个女生就找我去。啊，殊不知那个干部就是眼红啊，嫉妒我啊，我不知道啦，反正就是不爽我。于是呢，就我一开麦，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那时候打副本要分两团，一个 boss 要分两边，那我就是回报另外一边的讯息的时候，我闭嘴啦，你声音很难听哎，然后我就关麦。难怪繁星头上是鸟蓝绿色，什么意思？薯条就这个配色啊？哦，你尊不尊重我？加鸟。等一下，我是不是还是开着？哦，没有没有，关掉了。哎、欸，还开着。白痴，等一下。喂，好，先这样子，先这样子。那、啊、他就眼红了啊，没办法、啊。我那时候，从那次之后，就是有阿西嘛，然后那时候阿西就是我进了一个就是语音群，然后那个语音群是有未来有规划，想要变成那种类似 DJ 的群，就是想要开放给就是别人进来，然后唱歌管理那种酒吧群。那结果我那时候就有荣幸就被提升在那个就是绿头是那个嘛频道组，他就被提升到那个青头。然后那时候就生平第一次开麦，就说：“哎、欸，你声音很好听哎，可以多唱一点歌吗？”我以为那时候是因为。人家等下买衣服嘛，不会说，哎、欸，帅哥长得那么好看，啊、买件衣服什么之类的这种话，我想说被话术还是什么，然后想说就是那时候大家都在鼓励唱歌还是什么的，这时候是不是就不要按东西啊？主播你没上升，我知道，可是为什么啊？因为我说过了吧，我从两个礼拜前被这边为什么都不会上升啊？啊，还是我就不要按，我就不要按了吗？不要按会上升吗？不好意思、欸，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上升哎、欸。好了好了，哎、欸，真的不要按哎、欸，没有没有没有。我刚刚就是按上，我就是按上，结果它就是我一直往直线飞。你也看到我没有翅膀可以加速啊，我就按上啊，结果飞了两次又被拉回来。啊，我刚刚第三次是什么都没按。
哎呦喂啊！感谢猫之翼的续订，谢谢。哎，你其实也都偷偷摸摸的看很多台，然后在别人的台都看到猫之翼续订会员。我猫猫先祖，哎，黑金斗什么时候要出？你知道幽离子想要黑金斗的什么东西吗？不是吉他，不是斗篷，而是他的面具，他的八字虎面具，超好笑的。他很喜欢八字，腮红加八字。哎，我的雪人什么时候回来？雪人，想要你身上毛茸茸的衣服，想把它扒下来。雪人，好不好？下礼拜就是你了，我们说好的咯，要看到你哦。蜡烛都为你准备好了。哎，不对，下礼拜是万圣节。一，这款游戏的尿性不会出柜的，哎，怎么办？那会出什么？不会是什么那个热血运动员吧？不要哦，可能圣诞节前吧。哎，不知道哎，我玩到现在还没有看他出过啊。好了，我要领蜡烛咯，各位看好咯。啊！啊！你的乞丐装终于凑到了，怎么是乞丐装？颅内高潮，跟他小。哦，老实说，依照去年的尿性，接下来两个月都算是贵的。可是我，哎，可是我去年圣诞节那时候还好哎。去年圣诞节那时候出什么？我记得那时候好一阵子都出不会很贵的，就万圣节东西都一直狂卖啊，好像都台币，好像也还好。那就希望我们的黑金斗会出来咯，好不好？如果下个礼拜是黑金或雪，好，这两个先走吧，我就开视讯。不要，我好怕哦。我不要，一只小熊熊安安，我不要。萌新觉得害怕，怕不怕？没事没事，还敢露脸啊？繁星，下去。哎，我不用。哎，嗨，你是谁？好可爱哦。可是你的头没有兔子可爱，差评。哎，我不用领哎，我直接换了，我直接换了。太好了，太好了。用你蜡烛，又破披风，卷卷发，大胡子面具。大胡子面具是哪一个？你是说那个吗？深渊记的吗？这个吗？还是耶稣的？你为什么要这样糟蹋你的光子？哎呦，哎呦，还带了重组记的延伸道具，我忘了哎，完全没印象了，完蛋了。来，我们一起迎接雨妈，哎，这里，雨妈妈下来。我比较有印象是今年开始的，今年的新年过后，都是我自己正式跑图的那个记忆，所以会比较熟。
来了，各位，我们一起换面具了。没想到我真的会换面具，天啊！呜呼！呜呼！各位，我也变帅了，各位。哇，怎么那么帅？哦，看不见，眼睛发光。有了，有了。凯特又一安，太亮了吧，繁星。哦，这样好。来纪念一下，我拍一下这张照片到群组一下。耶、yeah!。耶、yeah! 啊！纪念一下，第一次看到，看到什么？哦，这面具，要不是因为这面具，我平时根本不跑暴风群的，好不好？为了这面具，我学会如何跑暴风眼呢？这面具多伟大、啊！兔兔安安，恭喜换到了哦，真的。嗨，小牛，还有特效哎，那个盾牌啊，没有特效还得了？几个啊？85下去86 86哇，帅帅帅，好帅好帅好帅！我要带这个去，等下上面的翅膀是长这样子的哦，哇，这个一张就各位看到喽，下一个。我们先125好了，从多到少。下一个是125的面具啊，雨电安安。哦，好帅，好帅！今天的精彩。套魔兽世界的设定，眼睛会发光的。都很鬼、都很猛，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魔力溢出，会从那个身体最脆弱的地方溢出来，那就是眼睛，所以眼睛才都会发光，那些都是魔力。所以鼻孔、嘴巴、耳朵不会溢出，不会发光啊，因为眼睛是最脆弱的。有流星。是繁星。好啦，要开始跑图了，又要开始跑图了。那会瞎掉吗？后来就是他们魔兽世界就是有那个啊，后来他们就是把为了拯救世界把法力用干，然后用完之后他们眼睛就没有发光了，就变成正常的眼睛的设定了，就蛮喜欢的。嗯，让你觉得不安啦，可能是哦，今天带这个好了啊，今天这样子，吼吼吼吼，很久，跑啊跑啊，哎咻，嗯，你是谁？哦，雪鹰，嗨，你好，拜拜。过阵子蜡就要被吸干了，过阵子，你是说在过两天后吗？两天之后。我说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我没
原来我刚刚没 echo， 哎呀，没开 echo， 大啾啾可爱是吧？真的，我最喜欢的除了百鸟百笑以外，再就是大啾啾了，啊，超爱。怪不得我那么喜欢魔力宝贝的露比，是有原因的。两天后，我的小号就变成白猫了。哦，你要一只黑猫，一只白猫，是不是？哎呦，你俩那好像也不错呢。没有 echo 一样好听，不行，钱包也要被榨干了。哎，这游戏很好，这游戏你给我记住啊！真的还好，有番茄在。当然没有说只有番茄啦，小妞也很好啊。其实去年啊不今年的那个飞行季的那个啦啦表演季的，有一半的钱是小妞出的。那时候就想说啊，算了，不要再毕业好了，因为当时飞行季毕业之后，觉得我是发疯了吗？为什么要第一天毕业？好贵哦！然后决定不想再第一天毕业了。但是小妞那时候私下偷偷给我钱，就跟我讲说。啊，你拿去用吧，我就说好，我用。然后后来他记得在 FB 上面 po 文什么之类的啦，我就说小妞谢谢你。两天后就变成乞丐超人啊！这游戏没事干嘛做的这么好看的时装外观呐、啊？哎呦喂啊！结论繁星被包养。哎，肯定的啊，肯定需要被养的、啊。老安啊，你今天好早开哦，这两次我都是健身完后开台啊。第一次健身完后开台，那时候是累到最早，因为我那时候是已经20个小时以上没睡觉了，所以那天。不是有人去那个吗？小柳在弹琴，我在睡觉，然后闹钟就真的叫醒我，就早安，我又玩醒了，圆梦安安，陈夜安安，早安。回家，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哎、欸，现在红石吗？有红石的话，我们来烧吧。因为我需要那酷东西。红石，哇，红石没开。哎、欸，下一波红石是几点啊？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总记得烧早的时候刚刚还在。我现在秒人带走养不起你，没关系啦。你不要养我，你先顾好自己。我给我看你买手把，你还要买一些其他东西不是吗？你先顾好自己，我有讲过啊，抖内是你们要先顾好自己，在抖内给我们实况组啊，不要为了省吃俭用，那边省吃俭用说少喝一罐饮料跟少吃一个便当这种情绪勒索的发言，这样的钱我们会收得很难过。今天好像掉完三次了，哇！那我亏了一波金人，找哪一个金人？嗯，今天红石在哪里？右边的隐藏图，绿光的那张隐藏图，右边这个在里面。今天就是有个今天的先祖啊，他在今天先祖那边有个隐光的先祖嘛。如果我今天就是隐光隐到一半的时候，红石给我砸下来，我那时候吓死了，我就先把红石先烧完。再去把那个光拉完。光玉你在养哦，不止光玉哦，你Switch也在养我哎，天哪、啊，真的很可惜你不是女生哎呀，番茄，这样我就可以当小白脸。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可是你那个是副场的啦，你那个是连发手，但是我跟你讲哦。我之前就是改用那个粉红色那个手把在玩嘛，玩完之后我改用
用原厂手把摸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虽然副厂的很轻，然后玩起来也是不会太重、太重、太难用，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副厂的感觉有点怪怪的，之后改玩就是我七弹之后改用那个原厂之后，就觉得哦，完了完了完了。七弹的我没办法用那个粉红色的那个连发手吧，我可能就魔物猎人才能用那个，或是有些需要像动身许愿的才又会拿回连发手吧来用。你们昨天好像也是，你说弄到一半石头掉下来啊，对不对？粉色的东西绝对好啊。啊，原本有看到一个水蓝色的，可是它就只是外表好看，好像没有人推荐使用。差不多了，哎、欸，所以不会再掉红石了吗？哇，那很亏、欸，可微亏，可微亏。百姓，你在讲笑话吗？亲吻着你额头，停留在一千年以后。走，我们去开门。哎，不是，我帮我开门。芝麻开门，救我！跳过。哎、欸，哎、欸。刚好928结束。哎呀，下一个是几点？12点对不对？亏了，早知道刚刚先去烧了。我想说，我跑快点来得及啊，没先看时间，亏哦。来。请打开你们的光遇，我们要去烧八人门咯。各位有没有人还没玩过 Oreo 的，我们去玩，我可以烧完之后让你们去玩，我去烧我去烧。无法深情挽着你额头，不要再飞咯，不要再飞咯，繁星你够了哦。要开到12点吗？不可能啊，它四小时一次，12点。哎，这边原本是长这样子的吗？我怎么记得这个不是，哎、欸，是吗？哎、欸，原本有这些花吗？嗯？艾利恩有哦，哇，我见识太少，还是进来我们就直直笔直往前冲，没有注意到，哈哈，好烂哦，还说你是老玩家，没有，我是新手，不好意思。我看你多老，没有啊。来来来，各位，该来玩欧旅游咯。轩啊，轩安安，小心安安，还有谁？雪莉安安，利恩安安。快点，竟然可以获得免费的抱抱哦！2、3、4、5个，还差3个，陈烨给我上线哦，给我现在立刻马上。
好像没有遁地地图，还是有。哦，这么听话啊，陈烨。哦，陈烨你好听话哦。还差一个。哎，有了有了有了，满了。陈烨来。一二三四六七。还一个勒。跑比较慢。这个是谁？哦，布布。啊，布布。没人上线我补，没有，有了有了有了，感谢你们，来每人排队抱抱，来你是不是你先来来来来来抱一个，过来抱一下，啊来哦，下一个谁，谁要抱抱？布布是不是？哦，来布布来，来爸爸抱抱，来陈燕来。嗨，吃吃安安。谢谢啦，谢谢谢谢。大型抱抱现场。好早的台啊，我没睡啊。无法省心完整的头。哎，对，你们要玩吗？有谁要召唤狗狗的？应该还是捡一个。你们要玩 Oreo 的来玩吧。你需要其他玩家的帮助。青蛙早安。枫糖早安。来吧，没事，你们就上线，能传的话就进来。二四，利恩一定是跑掉了。番茄没打字，你跟番茄说早安。哎呦，之前都招不出来啊，就是有人都不来这边玩啊。二四六七，少一个。语音好欸，好了，狗狗要出来了。这几个人满了满了，雪鹰过来，雪鹰，哎，七个就好了哦。哎，对呢，狗狗是不是七个就好了、啊？狗狗，可爱的狗狗，好啦，你们去玩吧。啊，对，那个谁，那个。安妮，看，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狗狗。卖照，卖照，卖照，都点不到。等一下，我点不到。啊，完了，我们是重叠了。利恩，你怎么可以坐我大腿？利恩，我记得他可以控制，他不能控制吗？啊，这个就是唯一的狗狗。啊！你们玩，你们玩，你们记得自己拍照啊！我继续跑图了，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我爱你们。你今天晚上是要带其他人过来这边做狗，是都没有空，可惜了。当你觉得孤单啦，可能是太阳熬夜太晚，云朵挂钩忘了挂钩，没有办法帮你变童话可爱，对吧、啊？但是那个开启条件就是要人够多，所以啊，
肯定带你来这边骑狗狗的。前面有只可爱的狗狗。一个人一直走，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哎、欸，好，下一张地图。跑完了，跑完了。哎，跟你讲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我原本想说，我先做好那个魔物猎人世界，我先做好采集装，想说先采一些就是做陷阱抓魔抓龙回家的东西。但是我一直缺一个材料，一直拿不到。然后我就一直弄了3个小时还没弄到。然后安妮就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做采集装备。我说怎样，你也要做吗？我说只是尚未装而已哦，因为冰原后也有采集装。他说好啊，他也要先做。结果嘞，他很顺利的，短短30分钟内做完。他做完的时候，我还没做完。啊，这游戏霸凌我。阿碰糖最近有好点吗？笑死！我跟你讲，我那天打那个什么飞雷龙的麻痹带，哦，我打了整个调查任务5次哦，5次扣打我全部打完了，还没掉。就安妮嘞，打了一场而已，就掉了2个，哇哇，果然人长得可爱，待遇就是不一样。果然是一个看脸的社会。我太难过了，应该是你那渣男的事吧？你说我渣男吗，番茄？这你都知道，对吧？就是之前那些事情啊。还有女神称号掉宝加倍，好好、哦、好好哦，玩的游戏就是不一样啊，玩的游戏就不一样了，天哪、啊、那天看安妮在那个蒸汽机前面发呆了好久，就蠢蠢欲动的想要拉大奖。嗨繁星，我是新粉，好，先去看台龟，乖。哎，没怎样，就是不要骚扰人啊，不要打等于等于，不要回收讯息，还有啥？嗯，不要骚扰到别的实况组，不要啊，哎，反正台规大同小异啦。啊，当然是欢迎新粉丝啊，多多留言之类的啊，但是是可以跟我有聊天的，不要是那种让我很难聊的。不要突然打个什么哦，新竹米粉好好吃，突然就加个突然加一句话，我的鞋带掉了。李希吗？要念希吗？李希贝吗？一个木一个金怎么念啊？对不起，我现在跑图要查。请问这是什么游戏？嗯，
你没看到我用鞘翅在飞吗？光遇啊！哎呀，螃蟹咬人啦！这款游戏叫光遇哦，是一款漂漂亮亮，歌好听，角色可爱，很帅，还有啥？养老佛系的游戏，你可以拍拍风景，跟人家抱抱、背背、牵手，对，还可以把人家抱起来甩，还可以击掌。至少现在没有回麦块了，我发现现在还是好多人没有买麦块。你看麦块要钱，这款游戏比麦块还贵哦。这款游戏你可以玩的比麦块还要贵哦。可以不干不氪，又干又氪，没错。这款是免费的昂贵游戏。想要好看的衣服吗？想要好看的朋友吗？魔法小卡花下去就对了。我叫好看的朋友，你可以用钱买朋友，你可以花钱订阅进群就有朋友了，对吧？好可怜哦。我之前还可以钓鱼，欸，真的，他为什么没有出钓竿啊？挂着钓钓火也可以吧，对不对？这些水是用来干嘛的？钓鱼的啊。哎，今天大辣也还没跑，哎，这个是哪了啦？啊，看一下大辣哦。我知道终点有啦，然后水母图也有。他倒数第二个在那，我就不知道了。等一下，哦，好，第二张。与你相遇，好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白痴哦。文心，不要乱唱好吗？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钟声响的响起，可是我没有发现你的影。不行欸，我的不行是我的刘海一直有那几撮头发，让我好痒。原来我们，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拜拜的这个树，你看吧，要怎么回他啊？看都看不懂在打什么，还是其实这是你们现在流行的语言，白白的这个树。我全部往后绑，我让额头透气，不是，我就是都往后绑了，就是人都会掉头发，我就说我刚好刘海那边有几撮头发是新长出来的，然后就导致说你，导致说那一，欸，我这边都没跑，欸，跑一下好了，就导致我现在头发像，我现在就是戴发箍的方式在那个啊，戴耳机，我耳机当发箍在戴啦，就是头发向后梳，但是它就是有几撮头发就是比较短，然后发箍弄不了，会特别痒。婉心，你不是分享这件事吗？对啊，怎么了？
啊，他没回我啊，他没我就不勉强他。按完，哎，晚点我要给你们看我斗阵的一个精彩的画面。如果他记录还在的话，我玩骇影伤还来，好扯。明明有更帅的精彩重播，他没有，他算我一个比较还好的。我也可以去击败人，但是我发现骇影就是推车地图会比较劣势。如果对方都是全部人都在车上的话啦，因为我今天玩了一场，就是他们全都在车上，让我害不到人，一害下去马上被打。要看啦，就是反正那时候像站点还是什么的，就是这就在讲为什么要等坦克了。如果你今天就是没有等人的话，你一直绕单，一直绕单，像你们前面四个人，结果第五个人刚复活，就被人堵门口，就像我，我就是堵了两只，忘了是堵谁，慈悲跟一个忘记是谁，啊，好像是那个佐杰恩，我就堵这两只，就他们轮流复活，就一个一个抓。就当他们出不了门，就变前线变成五那个四打三。我有回就同班同学一起尴尬哦，对不起，有看到了。欧弟早安，坦克阵还是比较强势，没有啊，那就是玩自由配对啊，自由配对就是玩不起的人才去玩自由配对啊，对不对？现在自由配对每个都在那边坦那个啊302啊。要不是现在壁垒机兵拿去修，我就不信坦克真活得了。就像星星啊，那时候星星的解法就是，我都是用对付星星，我都是用壁垒啦，壁垒死神啊。哦，我今天那一场就是刚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整个手感大来，一定是看幽离的那个啊骇影，没有啦。因为其实骇影我之前就有在摸，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那时候半夜在玩的时候手感特别的好，我连一只满血的星星都单挑，我单挑赢欸，哦，超爽的。又害了之后，他就跟无助的小猴子一样，就是躲在角落，然后让我慢慢打头，好嗨哦。因为本来想说半夜可以玩世界，结果没有沟通好。因为我想说帮那个安妮，帮安妮把那个艾露的武器装备弄一弄，因为不只会补血啦，还会吹乐器，就是放那个狩猎敌的 buff， 或是放陷阱。或是放那个稻草人，让魔物去打那个稻草人。暗语安安，哎咻。我本来是跟安妮说啊，如果你崛起结束后要世界的话，可以继续哦。结果他就没回我，我想说他应该是睡着或是去玩了。结果我今天出门健身，我就跟安妮说：“哎，我要出门健身了哦。”他就秒回我，我说：“哇，原来你还在哦。”我想说他人不在，他说怕我看台还是在忙，就没有吵我了。啊，这人怎么那么贴心？天哪，没啊，我第一台其实常常都不会打字啊。我都是除非 Q 到关键字，哎，我有兴趣我才会打字。就像有一个
Twitch 不知道你们几个人熟，就是一个叫柚子的 IV。我那时候从去年八月就那个，八月都追随他了，然后我一直都没有打字，就直到有一次在米亚那个米亚台遇到，然后才发现，原来认识柚子哦。然后之后想说，好，可以开始在他的台打字。我想说，有时候就只是需要一个背景声音，然后听着听着就好了。雨桐安安，今天也是健身完吗？没错。但其实有时候安妮开台我都没有打。前阵子啊，这阵子会讲话。就好比他那时候在抓兔子的时候，那时候我一直都有在看，只是没有打字。我怎么没烧掉？也是跑到灰哦，没有啊，我在捡金人啊，大哥，礼拜六是献祭的时间，我跑什么灰？不好意思，我要下去啊。我想直接拿剪刀把那几撮头发剪掉，可恶！那几根让我头好，我的额头好痒。最后都没有兔子，你是说那一只哦？没事啦，你这不就在魔兽世界，不是魔兽世界，魔物猎人世界拿网子抓到了我了吗？我讲魔兽世界，天哪！我想说不是在这吗？完了完了完了 ，BBQ 的，拿发夹夹起来，就是那几撮特别的小，就只是几根头发，我怎么夹啊？就四五根头发，就那么少，我要夹什么？胖丁是说光遇的兔子吗？对啊，不是错啦，他没玩光，他没有玩光遇啦，不要逼他玩光遇了，好吗？夹不起来，剪掉。对，等他再长长的时候再继续剪掉，就只能这样子了。后蒋安安。还是念 P 啊 ？P I O I O 要怎么拼音啊 ？P P O 讲是吗？还是对吧、啊？
哦，这么早就在跑图，好勤奋。没有，我在捡金人。什么叫这么早就在跑图，好勤奋？勤奋应该是刚更新，马上就要跑图的吧？我已经很怠惰了欸。哎、欸，炸花，这不是叫我要跑辣了吗？可恶，点花炸了，骗子！被骗了，有内鬼。炸一朵，傻眼，骗子！对啦，是 P 友讲哦，行吧，我的英文还是有在进步的啦。哈哈，主播的口音好可爱，救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对一个男生说可爱，这样对吗？而且已经过了30岁半的了，好吗？已经过了三十几岁过一半的人了，好吗？还是你要另外一个口音？啊！哎、欸，算了，不要好了。羞耻，羞耻。大叔好可爱。这不是有个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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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大叔，哎，忘记怎么唱了，还是可爱啊，可你妹啊，台妹的口音，台妹啊，好、啊，台妹。啊、客观不可以，对对对、啊，客观不可以的。我刚刚怎么讲？我怎么大叔不可以、啊？哎、欸，好像不对，歌词好像不是。客观不可以，都怪我生的美丽，妻子有那么多情，还假装那么冷静。客观不可以。哎、欸，我去找一下歌词好了。啊，那个男生唱的地方还不错啊。找一下歌词哦，好久没听了哦。以前超喜欢听小林的歌，《爱上你》啊，我看一下啊、哦。嗯，妻子有那么多情，小心我真的生气。嗯，我的你是不是弄错了？好像我没有点这个包，又矮又胖又找不到药，虽然有点可爱味道。小姐，你是谁家的城堡？请你靠边坐坐好不好？当到电视真的看不到，你说的话莫名其妙。这是阿信时代的歌啊。把、啊、花炸光了吧，哈哈哈！台湾口音好萌，你是哪的人？哪里人啊？该不会又是伦敦吧？哇，我最近好喜欢听伦敦，也不是伦敦口音啊，对不起，有个住在伦敦的一个妹子的口音哦，好听，跟你讲，那超好听的。等一下有机会，我叫她跟我通话。好不好，伦敦妹子？然后唱那个，你说我比大笨钟还要笨，要怎么比？你是大陆的，哈哈，没事啊，没事没事。我觉得大陆的口音有也蛮好听的啊。
我觉得蛮可爱的。这边怎么会一朵紫船啊？我过去看一下。怎么有那么可怜的船啊？哎，看一下，一大份猪肉面，好，给你个赞。猪肉面，新疆哦，哎呦，不好意思，我其实地理不是很好。以前在念在国中的时候，地理课那时候是刚好是什么记忆教育班，我就是国中生去高职的地方去学那个一技之长，然后刚好是撞到地理课，所以地理课完全都没有上到，所以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完全不知道怎么考，然后跟老师讲说我都没有上到，他觉得我就是翘课还是什么，我说不是啊，你这样就要自己去自习啊还是什么的，我就很为难。你是你地理也不好哦，那你光遇是玩国际国服吗还是国际服、欸、他们想烧花吗？你们想烧花吗？对不对？你们很想黑色羊妹妹安安，你们是不是欸，那你是翻墙过来看的咯，辛苦你了欸。还是你人不在大陆？哎、欸，不好意思，我跟你讲一下哦、喔，台湾妹子的声音没那么粗啦，我是男生哦、喔。哎、欸，不好意思，那个我其实没想烧这边啊，你要烧的话，你要自己负责啊。我只是看你。想烧我才来帮忙烧的啦，我其实都没有很想烧这个大花的啦。啊，你自己又去烧最简单的是怎样？欸、还烧的比我慢，丢人现眼，丢脸的人。中国 coser 都很帅，哦，拜托，台湾的也不赖好吗？可是我比较少看男生 coser， 女生的比较好看。大啾啾有改吗？我觉得有改耶，你不觉得他头发有多一撮出来吗？干嘛、啊？对不对？你不觉得大啾啾的毛？哎哎哎！你是要翻墙的？完了，我被楼上这一群害了。哎、欸，花长出来了！再烧一次应该就没了吧？等一下，台湾很猛，一般女角啊是男生，什么意思？哦，你说喂娘吗？有没有大酒够了哦？你不觉得大酒就头发多了一撮出来吗？我那时候换上去的时候，发现大舅舅改的，我就说：“哎、欸，有改哎、欸！你们平时写作业的话是用繁体吗？但是繁体啊，写简体会被国文老师骂。你常住大舅舅没感觉，那一定就是你常住没感觉。我偶尔用用的话就有感觉。”啊！抓到一个光子啦！哈哈哈哈哈哈！还敢盾墙啊，繁星！回家回家。繁星还敢又抓到一个光子啦！很多很神的，我讲没办法，因为其实主要是。撇除长相啊，像体格好了，因为其实这个世界嘛，多半都是那个雌性比雄性还要囤多的脂肪，是因为要哺育下一代啊，保护下一代，所以往往都是女生比男生还要
容易胖。这就说明啊，有些男生为什么都是小鸟脚，更适合当卫娘。白痴，有风，又抓到一只光子啦！哈哈哈哈哈哈！对吧、啊？就是很多女生会说那些男生的脚都比她细，还是什么？啊，没办法、啊。我把刚刚整理好的瓜传给我，不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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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男生不会怀孕。哎、欸，下大雨了、欸，太好了，这世界完美了。我做乖乖做祭坛嘛，我做好不好？我腿就很细啊，哎、欸，没有哦，我有在练腿了哦。你见面的时候不要被我踢哦，跟你讲，踢你，我的脚会痛哦。这里已经是石头收集器了。对啊，他怎么赶那个空间啊，很坏哎、欸。哦，我上次也才失败了一次吧，现在失败两次了就已经不想跑了。你为什么要踢我？我想说你会喜欢被我踢啊。有些人不是喜欢被踢、被踩、被践踏。欸，可是男生的小腿我觉得微壮好，太壮太可怕。我当然不可能要练到那么壮的啊。我去健身房本来就只是想要修形状，我没有要练太壮。我的你是不是弄错了？好像我没有练这个包，又矮又胖又找不到药，虽然有点可爱味道。那边要再往下一点再起飞。好的，我怕练太壮，没错。好呀，你是说那一首歌哦、欸？那首歌没什么押韵，我其实不太能唱。啊咻！哦。衣服掀起来都会，我跟你讲哦，我现在其实只要掀开我的上衣，我的胸肌已经有那个微微的形状，然后腹肌其实也已经很明显。我现在再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好不好？一个月之后我再看看要不要拍照片，因为现在其实已经比之前在 YT 上面那张照片变得比较好看一些了。我这一个月再努力看看，11月底吧，再试试看。又开始卖肉台有没有？又开始夹胸部，哎呦，这个月好像有点吃紧，然后开始在扭了，是不是？好恶心哦，烦心，会不要这样子吗？你既然是腹肌先出来吗？道歉，没有，因为我本身就有腹肌啊。本身腹肌不是有腹肌啊，本身腹肌就比较明显，所以我那时候是加重练腹肌。所以那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没有上教练课程啊，啊，只是我进去的那个人是跟我说啊，你想先练哪个，二头肌还是胸肌？我说腹肌。他说啊，他说我说怎么了嘛？我说没有，会有人会特地来练腹肌的很少见。有时候男生，我说因为其实在练的过程中，胸肌其实腹肌其实就会慢慢的练到，所以不用着重加长去练它。你可以开视讯切掉头，只有开身体。哇，我放照片就好了，为什么要开视讯？笑死。这样跟卖奶台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我这也是卖奶啊！不好意思，这个卖奶茶有什么差别呢？人家的奶是软会弹，啊，我的奶不会弹啊！还要在上面抹油，有没有？
好恶心哦。我看过太多腹肌觉得胸肌少的点呢、啊。我是看太多腹肌觉得胸肌少人练得更新。胸肌其实胸肌怎么讲比较好看就是胸肌的下面跟腹肌的上面那一块嘛，那边是最吸引的。就像你们喜欢，就是有些人喜欢看南半球一样。哎、欸，等一下，我捡到吗？不好意思，我刚是有捡到还是烧到啊？帮他扒什么？对耶，我更在意除了胸肌就是。狗少人注意的侧腹鲨鱼的那些，那个要你知道那个要怎么练吗？那个是你的身体要弯一半，然后就是类似仰卧起坐，但是你身体是侧一边在那边练的，那個、很难呢、欸，那很难。那个其实练得出来，只是怎么说？那边其实就是有点要露到鸟的地方哎、欸。卖鸡胸肉，胸肌、腹肌的上下左右埋进去，一定很香。哇靠，哪里香？好好的妹子的奶不埋，要埋在男生的。嗨，夏西，早安啊！嗯，哇，打哈欠了哎，看来是要打魔物猎人了。看来是要打魔物猎人了哎、欸，我想说还没到啊。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才有一个心意的微笑。哎、欸，对，这样繁星未来就可以对对谁？未来就可以对，就可以对胸对跟妹子撞，什么意思啊？就可以哦，胸对胸跟妹子撞哦。我跟妹子撞胸部要干嘛？胸部是拿来揉的。不是拿来撞的，好吗？对不对？要捧在手上，要那种握不住的他。如果我没有理解错，不好吧？女生会痛？我不知道哎、欸，我又不是女生。用胸部揉胸部，哇！那个我们晚上再聊好不好？晚上如果有开光遇台的话，我们再来聊这个话题。但有太多未成年的，虽然没说半夜未成年的不会有啊，一定也会有，只是没有白天这么多。想到那天笑死，我以为你是要捡金人呢、欸，啊对呢，然后回去换那个林克头。忽然想到蓝蓝那一张，你说什么什么周末女武神哦、喔。胸部揉胸部好像好一点，那太色了吧？半夜哦，那开台前请打给我，哦，我就趁你睡觉后的30分钟后就开台，跟你讲，看你死不死。我没办法，我明天要上班。到时候关台就点名，嗯，点名时间来，小妞好睡着了，啊，番茄好也睡着了，骗子，
来啊，你讲的哦。我叫利恩打给你，可利恩也睡着了。嗯，每一次眼泪划过了嘴角，我去睡觉咯。哈？真的假的？哎、欸，也是啦，你这时间要睡觉了。等我一下、喔，我吃完这个金人，我去打个字。嗯。OK， 吃完了，这个东西啊，我确定吗？我确定啊，我就在半夜三点开台，因为我发现你四五六点会起床。半夜三点开台，那你根本睡不到。哦，要关台咯，就是小妞平时起床的时间。嗯，感觉平时有在玩枪战类游戏，真的要强。看看尤里，哇！那个狙击甩枪，好好看，太刺激了，对吧？啊，他们就喜欢刺激的嘛。来，第二个蜡烛飞起来，起飞啊、繁星，记得飞。来，准备哦，啊，一、二，飞。有点小失败啊，但还可以。刚刚不小心切了滑翔模式，嘿嘿。不知为何有点吃醋的感觉，什么吃醋？怎么了？你吃什么醋？不好意思，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吧？啊，你是说尤里吗？我夸他你吃醋还是什么东西？没有啊。我就说，我那时候也是跟他讲说，我也有跟约安妮说啊，我说，因为那时候玩那个七弹，我那时候其实想要练狙击，因为我说我很喜欢看人家玩狙击，那看狙击那种命中到别人秒杀那种，我会很有恋爱的感觉。那时候看到那个尤里玩夺命女，哇，恋爱耶！我就我安娜只有睡眠标会比较准，那。夺命你狙击我就甩不了了，我们之间转了一大圈，嗯嗯嗯嗯，你吃完饭回来了，早安早安。我们关 Echo 啊，外边都没关哦，有关的就好。打哈欠了，欸，不好意思，恩恩为什么会有七兔的贴图啊？你是被镇定到是不是？你不是从咪姆那边过去被镇定到？那起床在人棺材上就走。继续开着 Echo 唱歌啊，不是这问题哦，是 Echo 有那时候忘记关，很吵哎。因为我这个 Echo 是没有那个杂讯抑制的，会收到外面的那个摩托车声音。而且今天。偏热欸，前阵子还那么凉，而且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是超闷热，
淡水这边地上全都是水。像魔法，71天后才开启。我先想到在社团看到说，哇，这些魔法要这么久哦，还真的是哎，天哪，太久了吧？我可以来站任务，站点任务了。你站哪里啊？你现在在哪里啊？你现在还有去屋顶吗？应该不用吧。我走到这边来了。那我去神元吧，我要下地狱了是不是？天敌复活，萌萌哒。感谢兔兔的会员，几个要看一下。你这个是银色的了吧？感谢感谢。我们。时间转了一大圈，找不到哎，有拔，使命的拔。第三个月。恭喜可以看到大鸡鸡，什么东西？你又知道我是只有拍给会员看，干嘛？每个月的会员桌布是不是？想这样子搞我啊？没有，我就是把你们之前我生日的钱啊，就直接付整年的钱出去了。我说，好吧，那就把生日的钱拿去包会费。你第一个月你应该有被赠送到啦，你那个看起来是灰色的啊。够吗？够吗？够吗？不够啊，去蹭个蜡。嗯蜡烛。我记得那时候你是说开台有被送到，对啊。啊，我想说怎么看都是灰的啊，怎么会说是三个月？武士头穿好桌布最便宜，会员可以赠送，贵一点的话就慢慢拖。白痴哦，慢慢拖越解锁越多，那是其他怪怪的群吧？那不是我啦，白痴。每个月都有会员福利照片哦，什么会员套组？我记得他说一般会员什么16张，那高级会员20张，那最高级的会员然后25张这样子。为什么繁星你那么清楚嘞？没有，
我是那时候是别人那边分享我看到的 FB 上面的。对，那时候他都说什么他加了最高级的那个，不是会员啊，就加最高级的那个，欸，对，也是会员啊，不是 YT 啦，是一些欸付费的。结果他说他用最高级的，结果动作都就只是动作变了而已啊，其实也没有什么东西，叫他还钱，笑死。要不要聊一些让我聊天室变污的东西吗？不好意思，我是司机，你们不是好吗？要污也是我要先污的吧？最近有一部新番叫《来自繁星》，我知道啊，我有分享啊，那个以前就有了，我以前有看过，我好喜欢他哦。以前觉得小时候看那个觉得好害羞，因为女主角穿的是比基尼。我记得以前不叫福星小子吗？定制网站还有特殊的那样动作变多太过分了，哎，是吧？这边到底是什么先祖会在这啊？不懂。哎，这个影视到底是什么任务会在这边啊？还有滑行赛道，先去拿，先去拿飞翔机的，跟深渊的吧，方舟的，雪人吗？嗯，可是雪人他不是在前那个圆梦村那边吗？他不是登山的时候是在那边吗？他躲在。建筑物后面不是吗？溜下山谷就这个而已吧。我也在想说，只有溜下山谷不是吗？对面就那一个，大拉在这个位置。哎，不还是不还是不还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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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咻！雪人等于影视哦。还有彩虹。哼。要寻找。啊，就只有彩虹日吗？在彩虹山谷看彩虹的任务。我说60秒那个喔，不是啊，我那个我是说那个地图的用意是什么，不是跟不是说任务啦。像奶奶的那个桌子，它的用意是干嘛？是开那个绿色的那张图用的吗？可是奶奶那张地图就只有桌子的用途而已。我的问题疑问句是这个啦，
哦，影视三吧，反正就只是说家而已，那、啊、就 NPC 在楼下。哎，哎、欸，去哪去哪去哪？喂！归属记的集合点。神母早安。哎、欸，所以现在杯飞到底还可不可以用？因为其实那天欧弟教完我那个乐器的螺旋飞结束后。刚好社团里面就有人在教怎么用螺旋飞了，哇靠，太巧了吧！欧弟才刚教完我就看到了，还是那个是欧弟拍的。欧弟你好狠，还是不行哦哦，因为我想说贝贝不能，我就放弃带尤里跑进格了。番茄，你今天也是全天班吗？乐器螺旋飞，对啊，就是你背上的要弹琴的动作，然后就是你要螺旋的地方，就是点楼上的人，你就跟着转上去了。全图闪退，我还有，估计十一点吧。哦，那你还说你不睡觉，累死你！整个房间都会崩溃。我那天就问番茄说：“杯杯飞能用吗？”他竟然回我一句话：“你要试试看吗？”我说你只要回答我能或不能就好了，谁跟你讲说你要不要试试看？哦，差点把他打死。八个人全闪退。哦，哦，那我好像昨天有遇到我突然莫名其妙闪退的原因耶，靠！是有白痴在那边给我用杯杯飞啊！我直接叫人家白痴太过分了吧？好喂，你要跟闺蜜是谁？叫那个吗？克洛伊吗？我还飞了两次，哈哈，哇哦！女童狠狠的哦！很多都是这个原因。对啊。不行，我突然一直忘记来吃广告，没有 YT 啦 ，YT 吃个广告，喵，哎、欸，坐下，你也忘记是加好友这件事情，哎，
怎样？我是没有想到你也会玩啊，那个刘玄德，你不是从以前就有在看我们的台吗？你主要是在团团台出现的吧？现在跑进个没有飞好不习惯，就有点懒得飞到最上面，你知道吗？前面几个还可以，就是进格最上面的就有点懒得飞了。就想说啊，上面只有一个搭啦，算了，回家。旋转飞很方便呐、啊，就完全不用麻烦到另外一个人，你只要点到他就好了。我以前也都是靠旋转飞在自己跑那个土试炼、火试炼跟风试炼。哦，旋转飞是最方便的。你只会速通火。哦，没事。喜欢这个游戏吗？还不错啊。静安安，安琪，等一下哦，谁没点？哇，接通也有玩哦！天哪、啊，我对地图神坛这个功能，晚上来说没做多好，有些一点也没有，都还在做啊。啊不，哎、欸，不好意思，你们是在约会啊？不好意思，请问这个是谁？番茄，你又带了谁来？哦，在这里哦，那我顺便坐一下。各种赶火车，那地图这就是可有可无啊，不是可有可无啦，反正有又没差，对不对？又不会少块肉，有些人就喜欢啊，他不喜欢的就觉得避避嘛啊，嘴避避。有些人你可能讲说不喜欢，可会惹到其他人。就是，除非就是像后面被龙撞也没差的那种。啊，等他去六龙、驯龙玩到干嘛？去哪里？去哪里？繁星去哪里？把驯龙驯到差不多啊，翅膀都掉光光了，就可以再去看一下地图哦。啊，原来金人在木土啊，啊，去捡一下木土的。我捡不到，
感谢阿奇。但完善度还要再加油，但目前是可以用就是了，反正就是啊。到底要哦，我也不能这样讲，因为有时候幽灵没有点那个跳过画面、跳过动画，导致就是我会先降落，他才降落。等一下，我重新戴一下耳机。哦，好了，我把那个那几撮头发往后压了。对啊，就是被撞掉的惊人啊，不会跟你讲说要在哪边，所以那地图方便是方便在这个啊。啊，对，那个献祭完全图都会跑的又没差。这是不用炸任务了，早上还在炸符，你知道吗？早上地府还炸掉了，你可以试试看假耳啊。什么叫假耳啊？我觉得我们是有代沟啊，我就跟你讲说，就是有那几根头发比较短，那我向后夹、向后梳、向后弄的话，啊，它就是会往前呢、啊。你是不是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现在头发差不多平均长度好啦，20公分好了，就那5-6公分的几撮在那边，要么是拔掉，要么剪掉，要么就再忍耐一下，等它变长。现在懂了吗？不要再让我讲一些我会发疯的话了。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跑这张图的时候，明龙会直接跑来撞我。定格6亿也没有记录到。不是啊，他有时候有 bug 啊，就是你明明都剪完了，还是会亮在那边，不是吗？我有看那个啊，人家社团上面有 po 啊。我请问这到底在哪里？他说他全部都剪完了啊。他说那个是 bug， 太靠近会直接被撞。没有，我离超远的，我明明离超远的，我会跑图，你当我不会跑？大概就这个位置吧。然后他就跑来撞我。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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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抱歉了，抱歉了，抱歉。没有欸，我那时候是很远，我真的讲很远。还好那时候是用手机，然后就成功的溜掉了。你为什么甩头？你为什么转头？为什么分类是魔物猎人？因为我没改到吗？不好意思，等我一下哦、喔。这是魔物猎人啊，你没看到吗？龙在这边啊，看到没有？
改一下分类。哎、欸，奇怪，我明明按同一分类的啊，不好意思，我改一下，我改斗争特工好了。啊，又要重新整理一下，等我一下哦。这还能超龙，你知道吗？我现在才有人跟我讲这件事情，还是刚刚也有人讲，我又无视到了，对吧？我们是龙，要被猎，他们是魔物，我们是猎人。光也有图奇分类，我知道啊。你知道我在图奇直播了四次了吗？啊，我知道你不知道。啊，我知道你也知道。哇，11点了哎、欸，有想的，哎、欸，差不多啊，10点一个多小时。好了，快跑完了。那分类几只猫而已，对吧？你点开现在，你点开光遇的分类，也其实没什么人有啊。没什么人在直播啊，无非我就是把 YT 那边机器人改成说带图奇开台哦，图奇这边才会比较多人看，哇！很多女日 V， 真的假的？我现在马上点开哦。啊，点开看看。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日 V。很多女日 V， 我看到只有三个人、欸、一个我，两个都是，明明都是外国人，欧美那边的吗？他是用什么啊？好雾哦。这个嘞，有一个黄色头发的，他也是有那个哎棍的哎，天哪，他是林克加小王子吗？不是，哎呦，关掉，来开啥？来开蜡烛跑红石，我在静阁等你咯。好，哎，等一下，万事一上面有哦，对，有。剩四根翅膀，飞得到吗？我记得我上次飞不到。哦，这样就可以了啊！聪明如繁星，林克怎么会有小王子？对，是林克，不是林克。
早上那波红是好像最后的了，对，我拿不到那一根那个金人了啊，难过。在拔什么？完了，我被开门等他好了。往上螺旋飞，紫薇曲你来帮我用好不好？我十位曲都不敢六龙了，哎、欸，串的碎哦，我可以肆无忌惮的开了。开门啦！哎、欸，还敢在上面睡觉啊，阿云？阿云睡觉啦，阿云。阿云醒醒，阿云。你现在就螺旋飞啊，我知道啊。只是你知道 Switch 有时候很难按吗？觉得最近 Switch 有在搞欸，被暴风眼的时候一直出问题。Switch 有时候有点不喜欢，对啊。我刚才把手把捏爆了呢。谢谢番茄。拿到了，我都发两分了，谢谢你。嗯，哇，那啊，可恶，有人的记录点是在顶楼的吗？懒了，完蛋了！我刚刚忘记我没有矮人徽章，直接用魔法。干嘛？你是遁地哦？不是你没两个哦？你哦，没事没事没事。还是欧弟你要来示范？看着这艺术，我好像没超过我艺术。我现在可以到多少啊？192还193呢？欸，我今天是多少啊？因为那个什么，他这次的回忆都分散嘛，不太好剪。先休息好，奥利，拜拜。有没有来帮忙开？大姐，拜拜。谁是你大姐？番茄是不是串了？笑死。哇，好可爱哦，小翅膀哎！
暴风眼石那边变成啊，对呢，我没有去摸暴风眼的石头，靠，那个地图没有摸啊，亏了，亏了，亏了。不是你来这边要干嘛？反正都要跑，又没差。你是要直接奔到上去是不是？那请问跟我正常跑的速度有什么差？我在，哦，我动不了了。我在意的是他会趴着啊，速度慢死了。我，哦，没差，啊，速度慢给他慢啊，你就好好享受一下被砸的那个啊感觉啊，有了就会习惯，搞不好你会喜欢嘛。那我闪了，好像也是第四层也有惊人。对啊，所以其实还好。欸，你闪了吗？再帮他们开一次门吧。他们那两个人需要开门，帮他们开一下。在烧红丝的时候被砸到就趴着很烦，所以我才会带萤火啊，火盆啊。他们好像不是很想开门，欸，你怎么想？还是就算了。好啦，感谢番茄，他们好像不想烧，欸，不想烧算了。点惊人喽！拜啦，番茄，灰烂，本来，欸，我是被耍了，他下去了，艾玛同学。我上次遇到明明就四个人，两个人牵手硬要蹲进去，有啊，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明明人数就够，硬要蹲下去，我才气到开始学遁地啊！不然原本我也是不想玩遁地的啊。除非就是遇到有人，我才去帮忙开；没有人，我就会遁了。开门这部分烧了很久，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幽里两个人，我就故意在那个门后面背背，然后看有谁要往上背背喷上去，我就看到有人画面突然消失了，我就说：“哎，幽里又掉到了，又掉到了，又抓到了啊！还敢背背飞啊？”我们是光遇小鸡巴人二人组，欸，明年就是光遇的兔年面具了，开心，期待了，期待了，该出兔耳朵了吧。
夜沉静安安。不好意思，点不到、啊。还是他可以做一个徽章，就叫开门徽章，一个人就可以把门打开了，也很棒吧？就在晋格在扫游，快了，快剪完了，各位。哎，回忆有总共有几个惊人？四个，对不对？就是明龙回忆啊，光瑶回忆，水木回忆，总共四个嘛。还有今天那个大水晶，六个。Love， 那么多的吗？炸花徽章哦，好像不错哎。干嘛扫了这个徽章，当下地图直接炸掉吗？总共六个哦。那这六个就很难出啊，你一个礼拜顶多两个吧，或三个，最多三个嘛。没有，现在算我惊人啊。加等一下捡的那个小王子多少？172加3 175 175再加那个什么试炼的四个179，然后再加惊人大道十个，189，对啊，11个，有那么少？哦，11个，然后再加，哎，再加那个哪里？而那啥，六个，11减5个，所以我195。路符都能指定去记忆空间了，什么意思？所以可以任意去哦，哇，太爽了吧！太爽了吧！白明龙目前官方在等修复，就是肯定可能会修复，要等红石。唉，吹多少？179加六，195。如果全部拿到，我不去投胎的话，195根。如果接下来一个月都没有复刻过的，我再一个月又一個。再两个月，哎，好，最多三个月啦，就可以12亿了啊！加油，繁星，加油！你快12亿了。透过红石活动进入记忆空间，向导机构机啊？为什么路符就这么特别？加油，没有啦，其实现在每天都跑，每个礼拜都去跑升华啦的话。
因为想到后面可能还有峡谷面具啊，还有两个哎、欸，峡谷面具可能就有两。哎、欸，我来这干嘛？白痴！哎、欸、咻！你现在连上十一都懒，他、啊、没办法，为了后面红蜡就是能多捡尽量捡啊，石头能帮忙给尽量给啊。我本来想说就是随便捡到十一就休息啊，但是有时候走那个沙丘可能你都走不到，你看这样子三个四个少给到的话。你就少一根呢、欸，这样十个礼拜下来的话，你就少了十根呢、欸。繁星真的好扯，一年十二亿？没有啊，我已经玩超过一年了，怎么会是一年十二亿？一年半也没有哎、欸，快两年哎、欸。这些面具要叫我勤奋献祭了。我对啊，不然你怎么觉得我会想要去让我的角色死掉？害怕福安安，对吧？我宝可梦都不忍心让他们死掉了。十二亿玩两年左右就有了，对啊，差不多吧。你看这一季开始的，是开服开始就有在玩的人，就已经开始有十二亿了。也大概两年多啊，因为中间有些先祖复刻都重复了，他陆续推出新的先祖，所以才会有十二亿啦。准备会考没那么多时间，没事啊。有时间再玩吗？好了，准备打开我的斗阵特工给你们看。我只是希望记录还在、欸。我之前斗阵的一些精彩重播记录都不见。会往下飞的、欸，还有充能。当初能到十二亿，就是因为记忆空间的亿。对啊，就是这上一季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佛心，记忆空间一大堆金的。话说官方开始包装半爱徽章了、欸，哎，什么意思？包装半爱徽章？啊，你说你买的那个、喔？还是要推出全新半爱徽章，你值得拥有 V2 半爱徽章 2.0。 好了，地图都剪完了。你说有六个吗？六个，哎、欸，这样加起来20个啊。你看。就是惊人大道十个嘛，一暴风眼那边十个，然后试炼四个，记忆空间六个，加起来20个。那20个都拿到的话，我还差5个，195。哇，那很恐怖哎、欸。有起两个吗？哦，你我会想说有新的半爱徽章啊，87。好了，加好友时间，有谁要加？请打加加。有人要吗？还好中，只有刘玄德吗？还有人吗？我记得稍早不是还有一个吗？
赚了无意不加好了，什么意思？你也想加？好啊，反正有跟到最后的，我有说要加，加主号好了，我是没关系啊。刚开无意。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死换回来，怎么了？啊，你要护心都有记得，还是你要抖内给我？啊，你人怎么那么好啊？神妖，谁管你啊？我要叫你刘玄德，白痴。好啦，你等一下，还是我这边反我开啊，我开啊，但我开啊。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你等一下要按暂停哦，因为我画面不能待太久。好啦，神，所以你不要叫刘玄德哦。神妖，你这名字好饿哦！刘备，有没有？你叫神妖，我最后还是要很久才会记得你是谁啊？拷贝什么啦？我要方便记啊！来哦，那个这是刘玄德的哦，你现在就按暂停哦，不刷五哦，你自己扫哦，四、五，啊没有的话，你去 YT 点开孤档啊。啊，另外一个嘞，黑色羊吗？还是什么？等一下哦，黑色羊妹妹，羊妹妹吗？直接打反，有吗？我打反了吗？我妖神哦。啊！我等一下改，我等一下改。抱歉。哦，对，妖玄刘玄德，哎，我怎么叫神妖？啊哈哈！我在公阿小，天哪！抱歉，抱歉，抱歉。你有看到二级杯杯？好羡慕哦。那个是跟有些人解的啦。好，黑色羊妹妹来哦。邀请，我黑了吗？没有啊，中文顺序不影响阅读，好吗？羊，羊毛，咩咩。来，这是羊妹妹。不好意思，好友发生错误啊！黑色羊妹妹要等一下哦。艾玉超，你要爱心吗？你是要抖内的还是要护心的？要说。完全没有问题呢，是完全没问题。好的。妖神刘玄德，哎。欸，我们刘大大，看一下，我过去改一下他名字。你看，我提前就是把这边清空，就是为了方便。你看多方便啊，小资的欸。妖神，改就改嘛，神妖也不错啊，对不对？好了，改好了。欸，对了，那个鱼头你要吗？你要护心还是要那个？
你看我这边故意留三个位置，就是因为他加好友的时候弄到。好，雨桐，你是要护还是要？还是缺？有小号，有护心，不缺哦。虽然一般身高也就是，我小号 1.35， 要不要赌13？赌啊，敢不敢赌？你抽到零号就不要再赌了，零其实也很棒。我再看一次哦。邀请，打个黑应该就有了啦啊，黑色。羊妹妹啊，好，确定，哎呦了，然后黑色羊妹妹，这是你的，来倒数5秒，4、3、2、1，我十瓶药水可以喝到13，升高3次，哎，我就只是想长高啊。其实这个发型跟那个跟蜘蛛发型其实很像的，就觉得很狂野，就真的不是我会戴的。白菇，啊，还是这个衣服最好看，最可爱。我都是高欸，没什么矮的。唉，要嘛就给我零嘛。抽到十三超多次的欸，超问号的。那恭喜你有蜘蛛发型。你说这个哦？这个我也不会戴啊，很奇怪欸。轮胎在头上，半截轮胎。搞不好你这账号没有零啊。星，哦，有够帅的。刚才在我面前赌哦，这么狠。哦，哪一套好看？这个是啊，还是这套？好低，哭了，3号吧？啊，我要披风啊，披风，披风！哎，飞翔记要等明年才复刻了。你们想要这个漂漂亮亮的披风吗？这个换不到哦，这是毕业披风哦。你们可以换到的就只有，没有，就只有衣服啊。这个啦，这个换得到。这毕业披风不是吗？是吧？衣服才是毕业哦，是的哦。抱歉，第一天毕业的没有，第一天毕业的啊，脑子不好啊，不好意思。还好欸，不对你的胃，会吗？我觉得很好看欸。是飞行员的。难道这个吗？台币披风，
然后姿势要选这个，然后点坐下，二阶坐下啊，帅，眼睛真的很帅。衣服跟法师是毕业礼哦，你是说这个羽毛的法师哦？这个嘛，我这个看不太出来啊，我要换头发。不是这个，这个。个嘞，哇！一封。因为预告十二月演唱会会进来光遇，哎，我那天整个版权攻击啦，不能，他第一个动任务直接狠狠的版权攻击我真的就死了。还有那天有番茄，支付了那天的薪水，哎，这样好看哎、欸。好帅哦！好看哦，受不了！啊，耳机，鸟鸟，毛毛，范爱，很帅。鱼，兔子，哇，兔子就不见了哎、欸。还是这个比较好搭哎、欸，哼，啊，就这个了，暂时当帅哥好不好？虚拟演唱会十二月九号的样子，那个我还好哎、欸，你站直好不好？你来这边，你来这边，刘玄德来，你站直来这边，选第一个姿势，给我过来。我看，给我过来！我比动作哦。这个吧，高个。你不要驼背，选第一个动作，选预设的动作。我看你多高而已啦。喵，看，我删你好友咯。啊，不理他了。不理你了。好啦。光遇就到这边啦，你图旗炸了，呵，我不要听。打开我的斗阵特工，哎、欸，不好意思、欸，哎，豆腐哥，米粒在打斗阵呢。嗯，好狠哦、喔，偷打斗阵。豆腐比例有没有偷看台啊？
微转吗？没有啊，我要给你们看那个我的精彩重播。为什么我的角色会往下偏呢、啊？我动到什麼心态崩，生涯总览记录重播。哎、欸，有，来来来来，我先看这一场。对这一场检视，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北蓝。欢迎来到皇家赛道，准备开战。你好，你说你技术高超，我觉得很有待观察。因为那天跟他们，昨天跟他们讲说，我想玩夺命女，哎，看幽离玩夺命女，好想又好想练哦。然后他们就说练啊，然后选完之后发现，哎，防守方哎，我说没关系啦，那个反正死了再换就好了。哎，怎么用卡？在我的视线范围，我就能保护你。然后注意那个小美，我还是被他气死。你看哦，我已经瞄准好了、哦，对不对？头瞄准好了，我直接骂脏话。然后注意这个法拉哦，我又再骂了一次脏话。然后看到法拉飞弹飞过来，我要气死了，我就生气了，没有真的生气啊，我就气到换角色，我就换了海银。这样可以假装自己在打哎、欸。他丢的少剑打都被我射掉了。我想说他会传过来，我想要勾他。然后我哟，这边等一下，这边按一下个暂停啊，能暂停吗？因为这边是只剩下我跟比利，然后那时候我是隐形的状态。他说谁借我传，我说来，我就说你看你传个空气，他们会说哎、欸，奇怪没有人呢、啊。站住，别想走，有人找我吗？我这边超烂哎、欸，我这边打不死他。无聊安安，你看我们这样子有没有很劣势啊？我就说，哎、欸、嘿、欸，他们在车上装受戒塔哦，因为海影的功用就是要报情报啊。完成了，各位英雄站起来！现在安静多了。目标抵达，检查，这就是真实的威力。
我以为我是这一段伤害啦，结果不是。哦，难怪不是，难怪不是。现在去解决他们。我好像唯一一次死在这里吧？还没吗？记得哦。等一下是被一个队友害死的，忘记是谁，他就进了里面，我也进了里面就死了。好，没有，我误会了，我自己死的啊。QAQ 指什么？指人小 QAQ 安安。第二个字怎么念？你好啊，刚光遇结束，现在在给他们看我的英勇事迹。发现，因为我之前斗阵一的时候想玩太隐，但是就是被嘴说没输出。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要嘴啦，因为有些人就是想要练角色啊，不练强怎么可能会有输出？啊，这边，好像是这里。哎，也不是哎，奇怪，到底是哪里？好多了，成功骇入系统。我上次说过了，我有说过我会忘记吧？我应该有讲过吧？完了，我应该还会再问第三次啊！你要有耐心一点哦。帮助我！我先走喽。启动自爆程序。你是我的了。真心超可怜的啦！直接把他打死。哦，超开心的哎！好多了。蓝鹰发动，天风拆解。我真是。没关系，酬劳晚点再收。报应来了，我记得是这边。他报仇了。李月月早安。请停止你歧视尼哥。下去吧。啊，就这一波了，就这一波了，关键的这一波。就是现在了，各位。有没有？就这样结束了。就哇，我这场骇影表现得很好哎。然后但是没有 highlight 啦， highlight 是另外一个。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这个漓江天塔啊，真的是玩得很棒。即将抵达漓江天塔，准备开战。来看。要是顺利的话，对方连怎么输的都搞不清楚。你不过是系统里面的臭虫。太好了，又是一堆累死人的工具。
你不过是系统里面的臭虫。五、四、三、二、一，第一回合占领目标，技能空中优势，以防万一。我以为我害到他了，就是害到隔壁拦路猪，哎。帮自己留条后路。敌方的炮塔，现在可占领目标。万一，你是我的了。我先走喽，以防万一。小心，我们人数不多。这种的玩这一场的时候，觉得说哇，我是不是该换脚了啊？好像都伤害不到，然后没有在做什么事。老先解锁来玩玩，这只角色真的很好玩啊。然后这边我觉得这本白痴。然后他重盖一个，然后我就要再害一次。你好啊！成功破解系统。这里有敌方炮塔，我受到攻击，是我的了。第二个是入侵。然后是打死这次才开始觉得说，嗯，好像可以再继续玩呢。我先走喽，这次走狡猾路线吧。大丈夫？大丈夫？以防万一。你看，听这边呢，我的枪被强化后的枪声音不一样哎。他从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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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啾啾啾哎，强化之后的枪的声音，发动电子，哇！然后这边很好笑，你看他爬上去，我在那边等他，哎，哦，好坏哦。等之后吧，如果玩输出角的话，不是炸弹鼠就这一只。阿伟说过，之前不想玩的原因就是因为被嘴说。啊，你输出不会打法拉就不要排输出啊！我就觉得哦，玩很多哎、欸，很难过哎、欸。我这时候应该是要躲开去抓过来的人。我下次会知道了，就是太赢就是要骚扰嘛，就是这边确定好像可以赢了，就赶快去阻止像拦路猪或其他人来支援。我死了，我复活了，好像没有吧？啊有哎、欸。我说不要吧，我能干嘛？赶快跑！舒服多了。你看，我救到一个人，有没有？勾的时候马上救到。
没有，因为我那时候就说嘛，我玩射击类游戏，其实手会开始抖啊，就对不准啊，所以我那时候又很喜欢玩原氏，啊原氏就手里剑，你要怎么对法啦？啊，我那时候把捕尸切光了，也切死一只坦跟一只输出，啊，把他没有切死就在那边嘴。所以你没看我现在玩都玩捕尸吗？因为捕尸你就不好乖乖补嘛，你要好好补。如果你输出不小心杀到法拉的话，还会被夸奖，对不对？你玩输出，你射死法拉被说理所当然啊，这是什么社会啊？啊 ，YT 播个广告。繁星你好坏哦，繁星！你看这边这个法拉，这个石碑很可怜。繁星你好过分哦！繁星！繁星！繁星！我那时候边玩边，哇哇哇，我是鬼吗？我那时候这样子喊的、啊。然后这边，这最好笑，我走到人群中开大局。然后这时候，然后我说：“哎，有人在偷推，有人在偷点，有人在偷点，快回来，快回防！”然后你看我跟着走哦，残血有没有啊？跟着打。就想说，就抓剩下残血的啊！不是，我们跟着车走。我是觉得我这场玩得很坏，但是很发挥，很做到害影在玩的东西，该做的事情啊。不用瞄准的捕尸，他可以拿枪啊，就看你要不要拿而已啊。就像你玩 LO， 你的幽冥也可以下车帮忙打，看你要不要下来而已。结束了啊，结束了，就这样子，胜利。啊，这就是精彩重播。就这里啊。啊，就这样了，就是。昨天半夜打斗阵的精华，好啦，感谢今天的收看啦，光月跑完了。
哎，等下应该是休息了吧？应该啦。有拿过，还在努力调理敏度。建议不要太快啦。我之前看一下我现在灵敏度多少。我那时候玩莱因哈特才发现，那时候灵敏度有够快的，控制10%。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好像40%吧。那时候莱因哈特他吃我一锤，到处甩。嗯，好啦，就这样，感谢各位战斗通行证，71等了。哎，挑战每日解完了，真没周了。啊，好啦，大家晚安啦。看看我们 YT 导去谁那呢？啊，再吃个广告。哎，斗阵特工在，又有可以挂台了。哎，有玩斗阵特工的，记得去绑，好不好？要的吗？去绑一下那个，轻松搞定，绑定一下。就可以拿到斗阵的那个点数，联赛点数，好不好？记得去挂台哈。那我去继续看有谁可以到。哇，没有了呢，某狼，好啦 ，YT 就拜拜啦。然后退取这边看一下。会去有谁？你呀？等等，玩小小梦魇是不是？好吧，我们过去那边玩。来，我们去米娅台湾啦。IID， 米娅。好啦，感谢各位啦，那大家晚安咯，拜拜。拜拜。